What is up, beautiful people? Mr. Pete back with another video. Today, I'll actually be meeting up with a couple NIO owners. One of them is Brother Joe. He is, of course, the NIO owner with 23 NIOs. Holy smokes. Let me turn off pedestrian warning system.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of course, we're gonna have a casual conversation,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S7 and ES6. And of course, it's because quite recently, a lot of ES7 owners have felt that they were backstabbed by NIO, and it's gotten so bad that, you know, it's I gotta go make a video about this. And I've been called in to make a video about this to sort of soothe the differences and calm everybody down,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ars, more than that meets the eye. And we're gonna talk about all of that in this video. I gotta drive for like 40 minutes to get there. So yeah, on my way there. This video, of course, there's gonna be the English version, which is what you're watching right now. And then there's gonna be a Chinese version, which is pure Chinese. And I'm gonna be, that video serves the purpose of calming those people down and letting buyers, consumers, have a bett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make sure they buy the right car, you know, and not just go for the ES6 when they should be going for the ES7. So t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whole entire video. What is up, beautiful people? I'm here with Brother Joe and some other fellow NIO owners. And this guy right here, he owns the ES8 and the ES7. And that guy over there, he owns a ES8 and an ET7. And this guy over here, he owns the ES7. So we're all NIO owners over here and we're enjoying a good dinner. Gonna be awesome. Later on, we'll answer some questions and talk about the ES7 and also the all new ES6. All right. 先自我介绍一下。行，先自我介绍一下。从我开始，好吧。我这个老熟人了是吧？第二次上镜了。啊，我是这个未来的车主，我是有ET7啊，那我准备要考虑是不是要。 ES6 ES7 ES8 准备看看新款的这个二代平台的选一个，然后今天呢。 就是征询一下这个我们两位 ES7 车友的这个看法，因为毕竟 ES7 交车了，二代平台 ES7 有了 ，ES6 和 ES8 可能即将交付，我们这俩 ET7 车主，然后加老八车主，问咨询一下这个两位这个 ES7 车主对这个 ES7 和 ES6 的一些观点上的看法，然后我呢自己呢先做了点功课。 网上找了一些小数据啊，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从这个车型定义上，它是这型号上是6和7，但是好像跟上一代的那个关联性来讲，就是一代平台那 ES6 的那个运动版跟性能版的这个衍生啊，好像有一点差异。从平台的角度来讲，原来的 ES6 不管是运动版还是性能版，它都是同一个底盘啊，基本上是一个平台出来的。 那现在看呢 ，ES7 好像还是在原来的那个平台上，然后只是做了一些进化，把这个电机功率加强了啊，然后这个二代咱们就是 NT 2.0 的这些算力啊，还有辅助驾驶的算力，还有 855 这个算力，这都是给提升上去了，然后还有这个摄像头啊、激光雷达呀，还有这个内饰的这种改进是做了一些，然后 ES6 呢，前两天北京那个上海车展啊刚发布。 那车呢，确实看着挺诱人，但从这个，但是从目前看到的有几个特征啊，第一，它的这个前悬挂是用了一个双球结，然后这个充电口好像未来现有的所有的 SUV 的充电口，SUV 充电口都在前面，只有ES6搁在后边，然后后桥呢又是一个五连杆悬挂，非常像 ET5 的平台，所以猜测啊，然后。 据听说，据网络传说啊，咱也没有考证啊，好像也是在二工厂生产的，那大概率它应该跟 ET5 是同平台的。ET7、ES7、EC7、ES8 好像都是在一工厂生产的，他们应该是同平台的。那意味着，在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 ES6 和 ES7 的这个，我们觉得好像是从原来的运动版跟性能版衍生啊，那 ES7 应该是性能版的 ES6 老的 ES6 的性能版衍生出来的，但是新的 ES6 好像并不是从老 ES6 的运动版衍生出来，应该是一个完全新开发、新打造的产品。这里边要看上去呢，它应该是有强化的地方，也有弱化的地方。
弱化的地方就是因为平台等于稍微降了一级，但是从实际的使用感受上，可能大家还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我们都没体会到，因为毕竟没有试驾车，也没有这个展车，也没有交付嘛，所以目前看参数上好像这两个车有什么车身尺寸上的一个差异，大小的问题。然后我从网上找了一些数据啊，应该是轴距差了一个40毫米，应该4.5厘米啊，长呢多了56毫米，然后宽呢 ES7 还窄了，等于 ES6 加宽了，好像跟也跟 ET5 似的 ，ET5 好像也比较宽啊。然后高度呢，ES6 也是稍微略矮一点，这是它的外观尺寸哈。然后主要的这个网上能找到的数据罗列了下来呢，是电机功率的差啊，电机功率差，一个是好像我记得应该是150+200，一个360千瓦，一个是480千瓦啊，这电机功率的差，然后等于实际上反映到加速数值，一个是3秒多，一个是4秒多，嗯啊，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就是不是有都有拖车钩了嘛，然后就承载拖载的这个能力啊 ，ET7 不是 ES7 应该是2吨。那个目前好像车展那天听斌哥念到的数据好像是 ES6 好像是1.2吨啊，这个拖载能力也是有差异的，这个拖载能力有可能跟电机有关，也有可能跟车身结构有关啊，因为 ES7 可能我们这个老的这个第一代 ES8 的车主，我们三个都是有第一代 ES8 的啊，我们知道就是最早的这第一代的 ES8 它是全系的铝车身，但是它还用的是更高一档的是7系铝。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是我买那个 ES6 那首发版它也是7系铝，然后到后边出运动版之后整个 ES6 的全系就降了一档，就是用了6系铝，当然这个确实也是从实际使用当中它确实可能用不太上哈，然后也为了降低一点成本，售价是不能那什么啊等等的原因吧。但是 ES7 呢是在去年发布的时候好像应该是未来当时最好最优的技术全用到这个车上了，全用到这个车上了，然后它这个是用回了7系铝，好像新的 ES8 是不是好像都不是7系铝的啊？这好像是从它那个，然后所以说它的车身结构刚度够啊 ，ES6 好像应该跟 ET5 类似，它应该是钢混结构的，那钢这个车身的强度和电机的这个功率决定了它的这个拖拽，就是拖载能力吧，可能是，但是。ES7 去年发布的时候好像当时未来没有那个自研座椅这个东西嘛，然后并且那会儿应该也没有 ES8 发布时的激光大灯这些东西，但是未来挺厚的，虽说把 ES6 好像平台稍微有所降级的感这个前提下，但是他把这些最先进的东西全都给用上了啊，然后什么隐藏式后雨刷是吧，然后激光大灯，然后这个这自研的这个大家反响比较好的座椅，然后在虽说可能是目前猜测是跟 ET5 同平台，但是它毕竟减震这块好像还稍微比 ET5 有提升，它是用的有 CDC 悬挂，就阻尼可调的啊，这个还是它的优点吧。然后好像内饰部分也有很大的改进，也是同步了 EC7 ES8 的那个什么这个电子拨杆是吧，好像是啊，全都有。别的还有什么我看看啊，我记得还有那个哦，对，女王副驾变成了零重力座椅，就是在女王副驾基础上又升级了，这也是 ES6 的优势，就各有千秋吧。但是现在感觉就是如果从动力上试驾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果从动力上能满足的情况下，倒也倒是便宜好几万块钱，是不是应该猜测是得便宜几万块钱吧，是不是也是挺好的选择，就是选择三个档。我觉得 ES8 如果要是让我现在觉得很纠结，就是 ES8 如果选择一个 bus 可能比买 ES7 的入门全款便宜一点点，然后这个 ES7 又如果选择一个 bus 的话，是不是又跟 ES6 很接近，所以就是感觉这三个车的档，就是我要是 bus 的话，就是上一个档的车要是 bus 跟下一个档的车基本上是可以平级竞争的那个感觉。嗯，你们推荐，你们觉得 ES7 怎么样啊？啊，大壮，推荐。这个车就是我是开的感觉如何？就是我是之前是没有开过车的啊。然后 ES7 这辆车呢，是我选择第一辆车。然后呢，就是朋友就跟我说，说你看你 ES7 贴，就是我在群里比较出名的，就是我 ES7 贴了一个40厘米那么大一大石级，然后。有些人就会说笑话我，说你看贴那么一大石旗，一个大男生贴一大石旗，
说不觉丢人啊。还有些人呢说你这挺幸运的，我说幸运在哪儿，说你看你实习就开上这么好的车了，一步到位了。嗯，是的。嗯，我是之前就是比如像你问我，你说这个车呀，这个开的行驶质感啊，什么这个隔音啊，什么这个底盘这个过个坎，它这个减震如何呀，我真的我说不出个所以然了，因为没开过车。嗯，但是我现在开过我这个 ES7 之后呢，之后有各种机会，比如说帮领导开车，开个同事的车，开个朋友的车，跟车友互相换车开开。嗯，这些之后我就会发现，嗯，其他那些车就真的它的质感比我 ES7 差出来很大一截，就是以我这么一个纯新手的一个角度去说。这点啊，我觉得你这个夸吧，夸的还不够彻底。我跟鹏哥是吧，那个如我们作为这个，包括那个 Mr. P， 我们作为这老未来车主哈，你是第一辆，我们肯定都买的比你早是吧。我觉得未来的车就是全系在同期的时候好像都比别的同价位的车好开。嗯，这是实事求是讲自己感受啊，自己感受。嗯，要是换个标肯定就是贵个两三倍的，对吧？是吧，这个确实是。嗯，换个标，再合资，再进口。啊，那就是啊，那就是啊，他给不了那么多，那么多东西的。ES 六这个我看也是可以选择抬头显示的，好像是。嗯嗯，这个的话，嗯，这是不是就已经跟 ET 五有很大的差距了？因为 ET 五不是不能选择抬头显示吗？对。这个的话，你看这个 ES 七的这个也有抬头显示，嗯，这个会不会也有一些冲突？所以我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感觉就是。如果 ES6 的这个动力系统能让我觉得够用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行驶的感觉嘛，因为我之前的那些车都是买了带空气悬挂的，嗯啊，然后唯一的一个没有空气悬挂，当然也选不了的就是 ET5， 我有 ET5， 但是咱拿这个实实在在的屁股说话，那反正有空气悬挂就是舒服嘛，啊 ，SUV 买来又不是为了图操控，图什么耍是吧？咱们也不是出自那个转向的那种指向精准啊什么，我只是要一个舒服，因为 SUV 开着就是高高大大、宽宽敞敞，然后坐在里边舒舒服服，所以我就想体会一下它的悬挂系统和这个加速的能力啊，觉得开惯了这种有劲儿的车，他就不太愿意往回开，就跟咱开汽油车一样。你说你开惯了大排量，你肯定不会想去，还喜欢愿意开小排量，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对，咱们先那个电机这个事儿，因为我看这个其他的一些测评人去测评这个车的时候，像 ET5 啊这样子的去赛道去测的时候，成绩是相当的。不错的，对吧？动力也是挺好，但是它好像耗电是不是有点高啊？这个东西会不会在 SUV 上？对对，你说这个是倒事实，因为我有 ET5 也有 ET7， 这两款轿车肯定 ET7 明显是尺寸更大，然后电机的那个马力也更大，但是深圳我在开的日常驾驶过行驶过程中， ET7 确实是要比 ET5 还省电啊，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讲，就是 ET7 确实是让我很意外啊，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在想，就是 ES7 和 ET5 之间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咱就说就是小马拉大车、大马拉小车什么等等这种概念吧，是不是？它会不会也是有这个能耗上的这种差异？因为我觉得，那个电机功率大小是一个标志，但是还有一个它，咱更深的就是未来也没有去公布的啊，就是他们这个电机上的技术上的。核心的差异就是电机，比如说它自己的那个就是能耗比的这种，就是它的那个能量传输比，到底哪个好？这个数值可能咱现在也没处可查，是吧？啊，但是从我自己的使用观感上看，直观的感受上看 ，ET5 比 ET7 费电。嗯，对，我前一阵时间借了一台 ET5， 也开了一周时间，确实那个挺费电的，是吧？平时都干个24。啊，你看，对，24，那跟 SUV 的长城差不太多，对，但 ET7 肯定不是，对吧？没有，那就 ES7 呢？现在包括 ES7， 它的能耗管理也大幅就是优于第一代的 ES8 和 ES6。以前有明显的 ES8 它有这种蓄电的这种，对对对。但是 ES7 明显就是和表显就基本上达到了同步，就是十步。对，嗯，这个随着现在我们在北京嘛，随着在北京天气转好的话，它的续航非常稳定，就是基本上，如果以这个75度电换一次电，
差不多一周，就是正常的这个上下班是，如果按未来现在的就是给车主六次换电的话，大概一个月完全可以满足正常的使用标准，就是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或者说去加充装啊，或者说额外付费去这个负担你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费用。就我听懂彭哥一个那个比较隐晦的那个推荐，就是说在5月31号之前尽量下定。实话实说，因为就是说用 ES6 啊这个东西它没有出来，我们无法判断它的价格以及它的到底是性能还或者你选配到最后总价是多少，所以就目前来说 ES7 确实是未来 SUV 的家族中它还是表现是最优秀的。因为明显，因为我不像哲哥这么专业，他刚才说出来很多这个专业的名词，以及他确实比我懂得多，我只能从一个纯车主的角度自己来评价自己的使用感受。我有一个 ES8， 有一个 ES7， 就是换了车子之后，它的这个驾控表现，以及它的能量管理，明显是优于前期的 ES8。ES8 如果它的完成度能到说是70%的话，那 ES7 应该是在85分以上的完成度，包括它的这个转向，它特别是过坎的这个平稳度，以及它那个操控灵活，还有它这个二代平台的这个车机管理，那是比 ES8 要强大很多。你要是说 ES6 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作为一个车主肯定是希望 ES6 越来越好啊，没有一个车主你买了车之后我还会希望说，哎，下一代出的车千万不能比我这代好，那个就是逆向思维啊，对吧？对对对，说希望它好是一个正常人大家都理性才能，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买了 ES7 了，这等于是所谓的君子协定吧，算是，那我们不可能轻易把这辆车换掉的吧，我们只能就是说在这辆车的情况下，就是未来有一个好处是叫 FOTA 对吧，它就不停的更新，它不停的就是换代，希望它以后能在这个二代平台情况发挥更大的这个优势，包括这个 ES8， 我最佩服李斌这一点，就是说我之前买过任何一辆车，我买完的时候不管是 BBA 还是其他的车，买完就是买完了，就是已经 make a deal 了嘛， deal or no deal， 就是你买完了你就是一个普通客户了，但是呢未来呢那持续还进行，就是还继续跟你互动，对，这点是非常优秀的。我这 ES8 那个2019年买的，那他4年以后他竟然还说你愿意花点钱把你的车机升级一下，哇，这个我就是你得到了一种当朋友一样的那个回馈嘛，这个东西说你买了一辆4年的车，明显肯定是已经，不管你买一套4年的电脑是不是已经落后了，他竟然还说啊，我给你加点钱，你能那个换一个是吧，对，你能 improve 一下你的那个车机功能，然后让原来已经很慢的那个车机现在又焕发活力了，我觉得非常好用，这个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企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对对对，就是冲这点我就给他加分。对，说到这儿啊，我跟你说那个你还记得那什么，前两天还有一个消息呢，不是说咱们那个老的一代平台的车现在都已经停售停产了嘛，对吧？然后官方还说要已经从好像是大陆集团手里把那个咱们减震系统的那个就是买回来了，把那个黑匣子的那个就是数据反正就是可以拿回来了，然后他还要进行自己的优化，然后要给我们这个老车还要再进行迭代，还要进行升级，从软件的这个能力上进行提升啊。对，这个企业还是挺点赞的，这个其实就是他就是说他想比较长远，就是说不是做一锤子买卖，他还说你他既然能对一代车做这样的话，他将来我相信他对二代是不是也可以做呀，对吧？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个持续的联系就行。所以你要是一定要比较 ES6 和 ES7 谁好谁坏，这个东西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也无法判断。希望我反而希望 ES6 更好一些，对吧？对，反正目前从数据上看 ES6 一点都不差，我们就期待体验感了。就是因为在我开过3款未来吧，因为 ET7 其实我只是试驾不能算，但是正式啊 ES8 ES6 和 ES7 我都有深度驾驶过，其中那个 ES7 明显好过这前两辆车，对，然后呢 ES6 应该是在这里边是稍微表现
没有那么亮眼的车在于之前，嗯，它可能小毛病会更多一些，或者是有大家就是不满意的地方更多一些。那希望反而是二代的 ES6 能把这点弥补上吧，它就是补一个短板，这是大幅的提升，那岂不是挺好的事儿？对不对？正常车企也是每年的东西肯定比去年的好很多，对吧？对，对，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是这样，今儿下午我跟自助我们两个还去。专门去开了开 ES6 和 ES7 的合体，就是 EC7、啊、因为它具备了 ES7 的这个性能啊、嗯、底盘啊、嗯、所有这些东西、嗯、然后它也又有这个零动力座椅，哎，零动力座椅这个自研座椅这套东西它也有，确实是、啊、它也有，所以它真的是把两个车的这个优点全加在一起了、嗯、啊，就这感觉。但是所以也因为开完了坐完了挺舒服的，所以还挺期待 ES6 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这个都感觉是一直在进步，就怎么说呢，一直在进步，越来越好、嗯、特别是买车的人嘛，不能说是这个买早了或就会吃亏这种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怎么比呢，就是说你可能在一个小的试点中觉得吃亏点，但是你这个大方向对了、嗯、你买这个你踏上了这个电车就是一条正向，就是向上升去的趋势的，就是一个正确的路径吧，只能这么说、嗯、然后你买了蔚来呢，应该可能是在这个优中还能选优吧、嗯、只是个人意见、嗯、就我拿自己举个例子，就如果大家说我买车买早了吃亏的话，其实我买的最吃亏了。为什么呢，我 ES8 是19年4月份买的、嗯、然后比哲哥买的晚、嗯、但是呢我买的时候呢，那个 fellow 是跟我说我们有人退订，你可以买那个退订的车，然后这样你还是那个、嗯、老创始版权益、创始版，嗯，然后我说那好啊，那没问题。后来反馈给我的是，我领导说了，其他车还没卖完，你就先别着急退订了。这样的话，因为他不能损失一个订单嘛。我说那行，那我就买吧。他说正好说为了赶上五一前的优惠，你就买那个有一辆库存车在南京，才存了一个月，因为他有个表嘛，就说哪些车可以买，你可以现在就提车嘛。而且能赶上五一前的优惠，嗯，因为说了过了五一就补贴要变少了，哎、对，补贴退坡嘛。我说那行可以，我就选了一个。我那辆车其实是就是一个其实比较光板的车，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配置，包括我也没有当时并没有买蔚来的自动驾驶，嗯，就是 NOP，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成熟不成熟，我也没有用过，我就没买。然后但是我买了之后也我也没有赶上那个创始版的那个就六折优惠，对，其实我当时觉得我挺亏的。但是呢而且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终身免费换电这个策略，我就把它当一辆正常的车来开，我就老老实实去那个，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装那个加充桩，我就老老实实每天去换电什么的，就那些做就每天去充电，就是我也没觉得有什么苦，因为和别的车我也去看了特斯拉，还有去看了比亚迪，我发现那个车就是比他们是不是好点啊，然后我就算了，就是我就开嘛。那突然有一天蔚来宣布免费换电了，我说这事好啊，我说那个那我一开始是从一个就是我等于我就是吃亏了，意外大惊喜，对，我买了花了挺贵的车，比别的车那个都贵，车价都贵、嗯，我也没有占到便宜，然后还那个也不是创始版，但是呢我还是踏上了这一步。那后来呢他又免费换电了，我就觉得啊，其实我早上车晚上车其实是只要走上这一步我都是对的，上车对对，所以呢我现在就后来就看得很淡然了，就是那我再买 ES7， 那后来要是 ES6 比我的现在这辆车好的话，那就好就好吧，那我再努力赚钱再换一辆就好了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太吃亏的感觉是吧。对对， ES6 大部分估计交付的时候很多车主买的话可能就四次换电了，对吧、嗯、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对几个区别。对、嗯、早上车它必然有早上车的优点。对，现在你看我们那个老车，我们老车当时都是有那个终身质保啊，嗯、对，异地家电，现在已经蔚来在售的全系已经都没有这些权益了，没这些东西啊、嗯。我觉得这事儿就跟类似于这个饭馆儿，是吧？新开张第一波进去客户，老板都给送一八折卡，第二波的八五折，第三波九折，第四波九五折，对吧？然后早晚有一波是不送的，现在能拿着打折卡赶紧拿去。你看准了一个方向，嗯。
那肯定它就这个方向肯定会不是一下子一下子冲上去的嘛，它肯定是会来回有波折，或者是你永远不是那个占最大便宜的人。但是你只要走选对了方向，其实最终受益者还是自己，对吧？对对对，特别是有的人就是说大家觉得扯得远点就提到友商，就比如说理想，理想性产品那个力也是很强的，这其实非常好。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这是一群北京的车友。北京有一个最大的，就可能我不管你的你的受众那个观众是什么人，哪里的人啊，他们可能不了解的情况，就北京的情况是，北京有一个限购和限行的那个政策，每周有一天限行。那如果我买了理想，我是不是就五天工作日，我是不是就直接少了20%？那他的车价是不是应该砍掉20%？我觉得才合理啊，对吧？对，那我买一辆车，我肯定保证，我如果家里只有一辆车，那我岂不是我得买一辆纯电车？因为北京只有纯电车才不限行，那我要每天能给我提供那个出行的保证，然后他能换电，能给我出行保证，对吧？对，那我要是我家里我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理想叫他叫什么奶爸车，对吧？那你作为一个奶爸，你家里就一辆车，你有一天不能开，那岂不是很吃亏啊？所以对吧？对，这个道理。所以说在这方面，就我们还是得找一辆纯电车。要着急用车那天限行还得打车。我指的这个只是什么？我们北京的聊，就我们并不是说替谁宣传，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用车情况来谈这件事儿。广大的车友啊，不是说咱们不局限于品牌，也不局限于形式啊，就是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电动车不能没有那么方便嘛。啊，这个咱客观说，咱当年没开电动车的时候，咱也有这顾忌，是吧？咱也有这顾忌。你看咱们俩是开了4-5年了 ，ESP 也开了两年多，开第三个年头了，是吧？就是这种概念，所以大家就是会有这个顾忌。但是咱们作为未来叔，咱给未来打个广告，那换电太方便了。你不跟大家说咱俩今天春节在哪儿相聚会的，对不对？对，我们直接三亚相约三亚一块吃的饭。对，就开着车，开着未来一路换电，一路换电啊，非常爽。在三亚我们吃大排档，一起吃的，不碰充电器。不用换，一路换到。确实不是说，咱们不是说，就是不是说逼格，也不是调性，也不是说我非得怎么样，但是它真的不需要，它确实不需要，不是说咱装我为了我就不冲我怎么怎么样的，不是，我就刻意的那种不可能去做的，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确实已经目前现有的换电站资源布置的已经让你可以全程换电无忧了。对啊，而且原来就是。大家很多说只有你们一代车主才能无限换电到哪儿去哪儿。其实后来我跟哲哥一琢磨，那买一个月的那个能量无忧哪儿都能去啊。就是我这 ES7， 那我虽然没有这个无限换电，因为换到三亚去可能得换20次电，对吧？那就是说你现在我只有一个月只有6次，确实是不行。但是我买一个月的这个能量无忧，那不就随便就去了吗？而且也多少钱来着？980块钱，对啊，15次，980块钱的到三亚开 ES7，我估计应该也就14电吧，差不多吧，啊，换10次，对，然后你自己有本身有6次，那买15次21次，不对，春节的时候可能高速免费，免费，因为5-1它不就高速免费吗？对对对，春节用高速免费，那还是都白嫖了吗？对吧？能量无忧都不用买，对对对对，确实是没，确实能到三亚，就是主。几大就是中国那些那个热门景点，因为其实鹏哥说是去三亚，包括哲哥说这个三亚是比较热门的嘛。对，你看我用车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去西北，比如西北比较偏远的，可能到陕西都是算比较非偏远的，但你要再往西北走，比如说甘肃，我经常覆盖的，就是你换过去，沿高速换过去，不管是走京昆，还是走之前的福银，还是走京港澳，都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不光照顾了那些热门的地方，比较那些所谓国家就是非热门的那些偏远的地方也是 OK 的，比如我到目的地的是一个非省会的一个4-5线城市，那没有换电站，我只要能保留到那儿，我叫个一键家电就好了，很方便，而且那些地方的一键家电，我那天是约的是我在甘肃的一个地市约的是，它给我显示第二天才能够来人，但是过了没有一个小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有人，
实际上是有人的，嗯，你不管他是全职也好兼职也好，嗯，有人的，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换电，你需要，我说可以啊，嗯，你就在酒店休息的时候，对对对，或者你出去吃个饭，跟朋友吃个饭的时候，他给你充好电回来了。这个事儿很方便。对，这个事儿咱真的是从咱们作为未来车主这个感触上，他们体会不到。对，说到走高速，然后又想到了我自身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跟他说，我一开始没有买那个 NOP 嘛，嗯，但是呢，我并不是说不愿意花这个钱，嗯，后来。我实际使用中我发现 NOP 是有用的、嗯、然后呢我又自己花了钱、嗯、又花了4万多块钱我又加了 NOP 我自己又加了所以这钱又花回去了然后呢老八不是那个就是续航短吗、嗯、那我又花了58万积分把这个升级到100度了、嗯、其实就是你自己可以把这辆车和未来配合未来的政策慢慢把自己的车打造得更好 对吧就是我有需要了我再用就是一开始我没有选配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有用了之后原来一开始它软件做的不行那现在后来它能那确实是可以达到使用级别了、嗯、我就把它升级了那不就是用了吗对其实也没问题这点也确实是就是未来的这个设计之初你看咱们从4-5年前那会儿咱们看到老的那一代平台的老的 ES8 的时候到现在我们今天看这个车就是大维度的说，你看我们现在等于855芯片升级，我们等把智能座舱的这个体验感，我们平常日用的跟车机交互的这个体验，我们已经上来了。嗯，电池续航我们也可以提上来了，对吧？然后整个的这车呢，然后过两天它要再 photo 一下这空气悬挂，咱也提上来了。然后可能真的你就觉得这车，你说还能它这冗余很，对吧？很多车主未来的车主说要把这个 ES8 作为传家宝。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对，确实就觉得这车一直就是说，他这个车能一直的进步。现在有什么汽车企业，嗯、或者说、嗯、咱们买一个手机，或者买一个电脑，或者买一个其他的产品，嗯、能它跟你伴随着你不停的进步的，对吧？太少见了。这事儿，鹏哥，咱真的，咱们作为这个未来车主啊，也跟大家就是可以说是介绍一下，也可以说真的是一个种草和安利啊，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玩意儿就是电子产品一年一换、嗯、对吧就每年每个厂家都会把自己的各个机型完全迭代一遍你有多少款机型都会迭代一遍你有多少款机型一年迭代一遍迭代不动的那个厂家就是被淘汰的厂家对吧很客观那感觉这两年汽车产业啊就是我觉得我开了20多年车我感觉啊就20多年前的车是什么可能20年没换代然后后来变成10年然后6-7年然后4-5年现在感觉这个车可能真的就是3年就一换代，在咱们现在智能电动车这个时代，真的已经越来越接近电子产品了。但是车其实它确实也像一个电子产品。可是咱先退一步讲啊，就是大家都喜欢这个研究这个哈，就是目前你在网上能找到能搜罗到的消息，比如说百度的车，比如小米的车，他们那些计划哈，就是民用级的这个东西，好像他们可能车真的得2年甚至3年才能出来。你看到他们的配置目前写的东西和他们已经基本上可以定义下来的东西比如说辅助驾驶算力这块他那个时候2年以后他规划的现在可能也是2颗 Orin X 可是我们现在车上就已经4个了然后对吧激光雷达这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这些的融合然后加上我们现在本身就是少则500-600匹对吧那对吧就这么一个动力然后反正就是3秒-4秒的这种动力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日用需求然后这个车身的刚性还有这个车刹车系统的能力啊然后包括车上现在现有的这些配置啊通风加热按摩咱真不知道这个车呀、啊、完全迭代成什么样是必需品哈、啊、然后可能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未来现在还没给是不是但是我客观的讲我说这个就是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啊但是咱真说那东西啊要如果说以一个什么样的说法